Nunca más.这是什么？这是星空万花筒。星空万花筒。嗯，你可以转动它一下试试，可以变出不一样的星空。好好看啊！有了它，以后你随时都能看到星空。这是不是就是以前教授说的那个，宇宙大爆炸？嗯。好好看啊！你看。我看不见了。沈行之。你干嘛？不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杜玄玄，早些时候你打过我，我打过你，本来咱俩算是扯平了。但上次你没让他杀我，又救过我，我怎保情恩怨分明，还你人情而已。但是你爹杀了我爹，我又搞了你爹，咱俩算是有仇了，注定是。